怎么了，药师傅？刚才婚宴的主家给咱们餐厅打电话，说人来晕了，要加两桌。这都要开席了，还加桌，这要怎么回事儿啊？不是，你别着急，过去办婚宴呢，也有主家来宾晕了，临时加桌，这很正常。那什么，小孙，哎，师傅，咱备的这些个料，肯定还能挤出两桌来吧？咱们备的这些料也只够八桌人的料。不是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学的呀你？凡是办婚宴都得留根后手，这你不懂啊？你怎么不多备点料啊？冯姐，杨师傅，不怪小孙怨我，我不是为了节约点钱，就备了八桌料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婚宴马上就要开席了，咱们料都不够，得想想办法呀。怎么办呀？凉拌呗。凤儿，我看呢，今儿这席也开不成了。你听我的，赶紧把这席给退了。哎，别呀，人家结婚喜帖都发了，哪能把这婚宴退了呀？要真退了，那本家真能宰了我们。那怎么办？人加到十桌，咱给人上八桌，少两桌，那不是照样跟咱玩命啊？那可不就得想办法吗？这必须得开呀，杨师傅。我是真没招了，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说这少两桌的料，我怎么抓那儿？我这个，喂，哪位啊？爸，饭馆出事儿了。还没火烧房呢吗？别着急，慢点说。咱们不是接了一个婚宴吗？刚才人主家来电话了，说客人预了要多两桌，可我只准备了八桌的料。我说凤儿啊，你也开了好几年的饭馆了，凡是接婚宴，那就得多备料。是吧？你这点都不懂啊！爸，这是我不好，咱们饭馆不是生意不好吗？我想着多备出来的料浪费，就为了节约这么一点钱，可我哪想得到？刘爸，你赶紧给我们想想办法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啊，这本家急了，真的把咱们饭馆砸了，到时候醉八仙就真的完了。嗯，我想折，我折多着呢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不是备了八桌的料吗？啊，是啊，不是还不够吗？够不够的是你说的，这得我说。没事吧？师傅，外边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没闹去，知道瞎嚷嚷。那您说，凤姐出的这主意能行吗？知道，听天由命。哎，我说，待会儿外边要有什么情况，咱可得马上冲过去，最起码不能让人把咱店给砸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师傅，师傅，不好了，这主家那儿来了。都别慌，有什么事儿师傅扛着。勺，勺。谁是大师傅？哪位是大师傅？我是。你是大师傅？是我。这席是你置办的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这意思，这菜做的色香味俱全，量还足是。娘家那边的钱，什么理儿都没挑出来，就剩抹嘴挑大拇指了。嘿嘿，哎，这新郎是我儿子，我来谢谢大师傅。哎呦，谢谢师傅啊！您喝杯喜酒，冲个喜啊！各位师傅，恭喜新人，辛苦啊，辛苦各位啊！客气客气客气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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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都冲个喜呀，都冲个喜呀。凤儿，今儿那个酒席办的怎么样啊？爸，
您教的那方法还真行，真给对付过去了。爸给凤儿支什么招啊？嗨，凤儿这不是没辙了吗？我才给他出了个馊招。真是馊招，老年间常用，现在还用啊，就是有点缺德。你爸这闹心一晚上。爸，您别闹心了，我给主家打一九折，他们特满意。哎，好好好，凤儿，你这事儿办得靠谱，等于给我找我回来了。好，好。哎，爸，我这也不明白啊，我们只备了八桌的材料，做了十桌，大家吃饱了，主家特满意，给您用个什么办法呀？说穿了也没什么，你看你备的那些山珍海味、飞禽走兽那些精料不是不够吗？我让你装盘的时候，就码上边那一层，下边给装点青菜撑着，这不就匀开了？这我明白啊，可是您让我把菜做的油一点，汤跟稠和点，又是为什么呀？这你还不懂啊？啊，油大一点，汤跟稠和一点，它味儿足，啊，最重要的，丁时候。那您还让我把所有的菜都做好了一起上，这又是为什么呀？这上菜的次序啊，是最要紧的，一道菜一道菜的上，哎，上一道，一人一筷子没了，是吧？你上多少道菜也不够分的，是吧？你把菜备齐了，一起上，是吧？你想啊，这人呐，就先奔着那个四喜丸子啊，那个炖大肉啊，那些横菜招呼，喝点酒水饮料的，敞开吃，他就腻着了，就撑着了。嗯，杨涵是老的辣了。嗯，爸，您这招支的也忒馊了。看看你爸有多坏。那总比那客人把饭馆和后厨砸了强吧？那是，那倒真是。大卫，哎，干嘛？搬过来了，都收拾好了吧？收拾好了。哎，我觉得老北京的平房就是舒服了，有天有地，还能种花种草，空气又好。那国家现在正下大力气加紧空气环境的治理，用不了多久，站在咱们这银锭桥上，就又能瞧见西山了。哎，我知道，银锭观山。哟。小 Z， 不错，知道的还不少。哎，对了，老婆子，晚上想吃点什么呀？我好早点给你归置啊。别费事了，那吃点疙瘩汤吧。得令。哎，你请好吧。疙瘩汤我也爱吃，大爷能给我拉一碗吗？不伺候。大伟，你大爷就这脾气。别往心里去啊，你要爱吃，改天大妈给你做。哎呀，大妈您太客气了，其实我这么一说也是开玩笑呢嘛。